好，生活消息带大家来关心了。美食大卖场好市多提供了多元商品退货服务，受到很多消费者的喜欢青睐。不过有民众在脸书社团分享，直击了好市多卖场所摆出的两款的汽车，价格大约80几万哦，可以刷卡或是用黑卡来结账，引发网友热烈讨论。不过也有人好奇，是否可以开一个月然后再退货呢？不过有内行的网友就引述好市多这规定，提醒大家客制化的商品、还有特别的商品、还有车辆啊、安装商品是不可以退货的，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误会了。当然藤部还要来关心桃园这位女网友，最近把车子停放在白线，没想到回来的时候，哎，这个白线你看怎么变红了，变红线了，还因此吃了一张罚单，而且车子的轮胎啊、钣金啊全部都被喷到这个红色的油漆哦，让她很难过的po网来求救。我对此呢，网友也分两边来论战，有人认为哦，原po应该要去申诉，不过也有人认为女子不应该把这个车子就停在工地旁边，而且压在白线上，本来就是会被开单的。好，同步还要来关心了，艺人黄子佼之前举办了50岁的生日趴，当晚呢众星云集，不少艺人还惜伴参加，展现出黄子佼的好人缘。我有趣的是呢，当天宾客都已经抵达之后，身为黄子佼徒弟的露露才姗姗来迟，先是呢行一个宫廷女子的屈膝礼，接着瞥见一旁呢张小燕指着手表说：“你迟到了，现在几点了？”哈，露露立刻放下手上的大包小包，赶紧再补一个跪拜礼，哈，惹得众人哄堂大笑。不过，好，同步还要来关心，不怕染疫足迹连环报，就是来看第八场的张惠妹的演唱会，照样人潮满满满。但注意喽，这次阿妹跟她合唱的歌迷可是有来头，她是个信义区街头艺人，名字叫做吴正安。但特别的是哦，她是30年前五登奖比赛跟阿妹3度平手挑战者的儿子耶，带你来看看。妈妈跟你有一个很特别的缘分。是什么缘分？他就是跟你五登奖，是你的一度一关，而且你们还同登同分，好像3次。你说是我的对手吗？对，我的对手有吗？有拍到吗？妈妈有拍，挥手，有挥手，有。天哪！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对手哎。对。可是那时候谁赢？是谁赢呢？我赢。你们打了3次同分，然后你是卫冕者，所以就赢了。对。所以他故意强调就是3次平手，然后就是我赢，就是有一点我侥幸的感觉，有吗？没有。其实还有，因为有第二次参加嘛。对，然后第二次的时候，其实那时候我听妈妈讲说，那时候好像又有在找你跟妈妈再去打一次。对，但是所以这么强劲哦。但那时候她就怀我了，所以是你救了我吗？让我无度无关。吴正安合唱周杰伦创作的歌曲《不该》，歌迷安口先不瞪，希望我妈也上台来 PK 一下。阿妹笑说她很怕输啊，等一下万一又平分该怎么办呢？好，约好私下再来大战一场吧。科普一下哦，这个水神呢，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，会还原成水哦，不会感染，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，所以小朋友、孕妇也适用。万万水神呢，不伤人体，适合长时间、多频率的使用。如果不够用的话呢，可以干脆把这个生成机买回家自己来使用。